球，看手，了解吗？哇，这个重点是你这个边，了解吗？然后波子带上去，力量从哪里来？这里，这里的意思啊。他有跟你讲吗？时间，他妈妈有拜师，我已经教他了。拜师，在遇到东西啊，他妈妈跟我讲，我专门找明天有。就是说拜师。我还跟中文讲，中文也没有讲东西。你叫我了哇，然后我跟中文讲，啊、我他听你嘛，然后讲我，他就讲什么了？他就叫我叫那个印度的咯，五点半到六点，七点半咯。点半的，他晚来。他六点多才来，五点半的。他五点半，六点多才来，我就叫他叫到八点喽。六点半来，叫到八点了。八点半。